千亿开发商都不能动的地方啊。这里是一个老祖，后面全是这种小区房，周围全是小区房。这里是乐善公祠，上面写着东山市泽什么肥水家山，是不是啊？好像是谢氏的一个老祖屋，这里是谢氏的。这对面就是公园了，这对面你看，这边又是小区啊，那边是办公楼，这边又是小区，然后那边是一个公园啊，比较大型一点的公园，所以说地理位置是极佳的。但是呢，现在是不能动的。哎呀，他这边的房间也是很多，这个房间的看得出最起码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的哦。千亿开发商都动不了。